收拾东西，现在下去鸭圈了你，把鸭棚搭好。你弄到你再看，我弄到东西去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鸭蛋，妈妈是鸭蛋吗？哎呦呦呦，你怎么把它踩烂了？快点下来就开始干活，然后我儿子也开始干活了，你看了，你看了，他就想学着他外婆干活。宝宝，你去爸爸那边，这边有水要摔跤，知道吧？妈妈回去给你拿拉尿不湿来的，拉臭臭了。现在要先把外面都围好网。你看我儿子生气了。你干嘛了，宝宝？拍着你生气好难看呢，你知道吧？等一下，人家都说你丑死了，宝宝都最漂亮的丑宝宝变成丑宝宝了。快起来！起来啊，周姐。现在他们把外面这个网先固定好，等下要盖棚布。我儿子只有在喝牛奶的时候是停的，是休息一下的，不然他就很忙。宝宝，好喝吗？好喝啊！你看一下妈妈，你再看一下你自己身上，好脏哦。哦，爸爸来啦！爸爸去那里砍了竹子来啦。嗯，好开心。现在要把边上都围起，把棚布盖起。今天争取把鸭棚也搞定，就要准备买鸡苗、鸭苗了。对啦，放到那里去啊！等下我们回去的时候再拿啊！真棒。他喝完，他记得要把它放到那里去，真棒。呀，放不放上去啊？妈妈帮忙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呀，宝宝真棒啊！放到这里啊，宝宝，你过来干嘛？拿点什么东西啊？你拿给妈妈呀，给妈妈吃啊？是给妈妈吃吗？是不是给妈妈吃啊？嗯，要剥起啊？你看你的，你看你的泥巴手。爸爸在哪里啊？爸爸来，呜、哦，在那边。啊，不要去！哦，在那里啊，在那里扛竹子啊、哦！不要去啊，那边边上要摔跤。别上摔跤，不能去，快回来！妈妈给你剥橘子吃，快来，快来！对了，不能去，乖的。这样子吃的，啊，这样子吃的，哎呦，这样子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还没剥的宝宝呀，还没剥的，剥起来啊！小胖来喽！你看小胖被竹子压成了，小胖被竹子压扁了。压成了扁小胖，宝宝，我跟你干活，你让你爸爸把那个鸡杀一个给我吃一下，不然的话我就罢工了，好吧？还小宝宝，跳个屁啊跳！我罢工了嘞！你给外婆杀鸡吃不，宝宝？吃鸡腿不？嗯。我要吃鸡腿。宝宝，你给外婆吃鸡腿吗？吃不吃鸡腿，宝宝？呀，也就五点。对你，周一田，你回家啦？爸爸要你回家杀鸡给外婆吃哦。他有玩具了，他就不去了。妈妈，宝宝不要去那里，快过来妈妈这里来。现在把这里用铁丝捆一下。他外婆把那个锄头都敲断了，敲断了。后来下大雨了，我儿子在看着。鸭棚被迫停止了。